好，来，我们看 SPM 2003的 OP 跟 OQ 两个 vector， 它要我们 express OP in the form 这样，直接53哦。So 我的 OP 等于53，然后 OQ xi 加 yj 减 8i 加 4j 呀。OQ 等于减 8i 加 4j。OK，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B 的这一边，它 P 是这个，Q 是这个，R 是这一个，R 等于3P 减 2Q，然后3P 减 2Q，R 等于3P 减 2Q。然后三，然后2a 加3b 减2 4a 减 b，所以它这个是6a 加 9b 减 8a 加 2b，所以它变成了 a，然后加11b，所以我的 h 等于，你看这个是减 2a 不是 a，减 2a 加11b，所以我的这个 h 等于减 2，然后减2减 k 等于11，然后我的 k 就会是等于减二减十一是 OK，减二减十一等于减三，减着三，好，就是这样。C 的 AB 是这一个，OB 是这一个，CD 是这一个，它要我们找 A 的 coordinate。So 我的 OA 等于 OB 加 BA。等于 OB 减 AB，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它就会变成了 OB 23减57，好，23减57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了减三，然后减四，OK，减三减四，所以我的 coordinate of A 会变成减三逗号减四。好，unit vector in the direction of OA，so 我的 magnitude of OA 呢，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of 减三 square 加减四 square。然后我拿到的是五，然后 unit vector in the direction of OA 就会变成了105减 3i 减 4j 减305i，然后减405j。CD parallel to AB，CD parallel to AB，这样就是说我的那个 CD 等于 lambda AB 啊，所以是 K5，然后等于 lambda AB 是57，OK，好。所以我的五等于七，lambda 等于507，k 等于507乘5，所以是25.7。好，就是这样。